接新年新气象呢，我们今天三节课要来进行一个非常温馨的开工活动——地狱系交换礼物。顾名思义呢，我们要让抽到礼物的人感觉怎么样？像活在地狱。没错，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地狱系交换礼物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礼物呢已经集中好了，我准备了这个地狱签。哇，好紧张哦。哦，绿色是，嘿嘿，恭喜，好听。橘色是，哦，蓝色，哦，恭喜，好的，那紫色这就是我的啦。好了，那我们现在呢，每个人要依序到镜头前面打开自己的礼物，形容一下抽到这个礼物的感觉。但是我们也有个桥段，就是可以决定到时候你想不想跟别人换，再试图去说服对方。我这个是大一准备的，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一次地狱交换礼物准备的组合。噔噔，首先里面有一顶网红自拍直播约会造型显瘦梨花头整顶假发。第二样东西呢是吉蜡三葵红色的口红，跟我附的一个说明书。步骤一，戴上假发；步骤二，涂上口红；步骤三，吃一口三葵；步骤四，对着镜头说出以下台词。那这台词呢是周星驰《大话西游》的电影，非常的有名。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，我没有珍惜，等我失去的时候我才后悔莫及。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，我会对那个女孩说三个字，我爱你。是不是非常的感人？相信呢搭配我送的这些礼物，相辅相成之下，可以完美的重现周星驰当初这个电影的片段。感觉会被涂某些东西在身体，到底是什么恶心的东西？还有这个，我觉得这个还可以接受。我觉得没有到地狱感，跟我自己的礼物比起来，没有比较靠谱。我的都太坏了吧！我抽到的这个礼物呢是宇安，就是我的好伙伴准备的。常看我们频道的观众朋友们应该都知道，其实三剑客里面大家的发型都是偏短，甚至可以说是只有更短没有最短。大家应该很好奇，如果光头王波波他有头发的话，那会是什么样的感觉？或者是说假如盖伊啊药师把头发留长做出不一样的造型，那又会有什么样的变化？所以这些呢我就特别准备了三顶韩系的男士假发，以及两顶女生的假发来给他们挑战一下。那最后呢还有一顶不知道为什么在网拍上面写18禁的这种假发，大家就敬请期待咯。哇，这个竟然是，这也是哎，想必这个也是，果然宇安这个是蛮大手笔，大手笔，哎，太多了吧，而且都是这个哎，怎么会有一个很特别的？这个我看到我就买了，可以，蛮有趣的。好，我抽到是波波的这个礼物，这个袋子看起来就很可爱，感觉很像是什么女性的用品。一个面罩，因为现在冬天很冷嘛，它这个是有保暖的作用。然后还有另外一方面呢，我小时候有一部电影，它叫做《专调大二》，里面有一幕呢，有一个叫什么蒙面裸体战士，他就是戴着一个面罩，然后把衣服脱光。我希望啊，抽到这个礼物的人啊，他会戴着面罩把上衣脱光。我最希望就是宇安抽到，因为宇安抽到的话，他可以 cosplay 这个角色，而且会非常非常的像。这感蛮奇怪的。我觉得这个没有到非常糟糕，不过说是为我准备的，但是我会把它换掉。这个礼物是蔡老师的礼物。哇，你看到这种东西，他这个人真的很邪恶。这是一件衣服，有点像那种兔女郎情趣这个。我选这个是因为它不会有 size 的问题，就是那个兔女郎耳朵。哦，小啊，好像还有尾巴吧。盖伊或是波波抽到应该都蛮好笑的，可是宇安应该很不想抽到。这个礼物应该不会有地狱吧？四个人买同一样东西，这个东西会不会太邪恶了一点？而且他还说专门为我准备，这个真的有点 over 了。我会想要跟你换，我不要跟你换。抽到这个真的是地狱系的礼物吗？好了，那我们现在呢要来进行一个桥段，就是决定要不要把手上抽到的礼物交换出去，换给更适合的人。那你就第一个了，我觉得这个东西很有戏剧张力。那这个频道叫见人盖，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换给盖？
最适合他的。蓝色的是四。没错。好，会换的举手。举手。举手。耶！我个人觉得非常适合他自己，知道为什么吗？说真的，很技术。对，因为他的某个特征很适合使用这个东西，所以我决定换回他自己身上。菜要吃的，要通过的，三、二、一，举手。其实我觉得这个每个人都可以。你看你看不到，我觉得我跟那个李安的话，李安模仿。要换的举手。我想先确认一下，盖衣服那个会需要裸身吗？不用，不用裸身，不用脱衣服。不用。那我觉得，我觉得我这个礼物呢，跟盖衣换。其实它也适合你，也有适合他。我觉得特质是好，就是比较一样的。就这个什么东西？支持我跟盖衣换的举手。交换仪式。交换仪式。好了，那就先由我开始开箱这个交换礼物。好，收到了。波波这个抢匪的那个是反恐面罩，请脱掉上衣，戴上帽子，然后摆出一个帅气的 pose。这么简单？其实我一直很想让你来抽到 cos 一个角色，然后那个角色就是你的这种身材，所以必须要是你才有办法驾驭。我现在是继续在霸凌肥仔，对不对？没有。结果让盖伊抽到，盖伊就比较不像这个，他就像一个迷片的角色，迷片，你不觉得他这样很像迷片人物的角色吗 ？Porn star， 对 ，Yeah， I'm a porn star。眼睛感觉张开的感觉，摆出一个帅气的 pose， 对对对 ，Porn star 的 pose，Porn star 的 pose，Porn star 的 pose 吗 ？Porn star 会这样吗？下一个使用者是我啦，这个是宇安送的礼物。耶、yeah, ！怎么这么多？我每个都要使用。对，每个都要观众感受一下。口味越来越重就对了。口味有加好。这该不会是欧巴系列？欧巴，欧巴啦！不是因为这样子，我才会有更多戏路可以走啊。对对对，我不然永远走光头的路。我问，哎，这滑了一下，真对，哦、好帅哦！有感觉吗？哦。
接着呢要念出以下这些台词。哇，这个真的是很棒，我胖胖的吧？我觉得这个很适合他，超适合他这样。蜂蜜，好，我看一下，感觉很会呢，哦，很会呢。对，你要吃一口之后，然后马上念出那个台词。我不想吃这个。我以前要吃很多。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，我没有珍惜，等到失去的时候，我才后悔莫及。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，我会对那女孩说，我爱你。够了，够了，这是什么 wasabi？有什么发出？你们要怎么笑？